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个视频只有男生才能观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这视频只有男生才能观看？这是因为这期视频的挑战对女生来说难度比较高，只有男生才能更加轻易的通过。但如果有的女生想挑战自己，也非常欢迎。在挑战开始之前，只有 6% 的人能在3秒内点赞和关注。你是这 6% 吗？那么第一关，3、2、1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巧。哦，如果有天我喝醉了，请你不要接我的电话。你的眼睛像星星，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。有的人可能失败了，但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一次点赞复活的机会。那么第二关，3、2、1。只有男生才懂。看到这里，全部答对的观众将获得男性之友奖章，请发送评论领取。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